11月10日，田亮在微博晒出两张小靓仔的照片，并配文：国家大事都是我秘书向我汇报，非常辛苦。我随手记录下他的工作状态。从照片可以看到，小靓仔身穿一件长袖毛衣，聚精会神地看着报纸，帅气可爱。网友们看到该微博后纷纷表示，哈哈哈，小靓仔长大肯定是棒棒的，毕竟人帅还识字。小靓仔眉头一皱，发现事情并不简单，认真的男生最可爱。据悉，11月8日是田亮儿子小靓仔6岁生日，田亮特意在微博晒出一组儿子的帅气6连拍与大家分享。照片中，小靓仔身着红衣，对着镜头各种卖萌，简直帅得不得了。接着儿子生日，我今天玩了蹦床，吃了蛋糕，现在我还想发一下自己的6连拍，大家没意见吧？田亮微博中写道，从照片中不难看出，小靓仔长得和爸爸真是越来越像了，连笑起来的模样都是一模一样，难怪田亮会称这是自己的6连拍啦。镜头前的小靓仔笑容满面，挠头的动作可爱又帅气。小靓仔一边用拳头挤压自己的小脸蛋，一边还专注地看向一侧，这认真的模样也是不能再可爱了。